是流动瑜伽的练习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请你保持顺畅的呼吸。那每一个动作，我们尽量都是一个呼吸一个动作。如果你觉得动作你不熟悉，想要稍微停留一下下也可以，但是记得停留的时候一样要保持顺畅，不要憋气。如果动作呢你觉得有点困难的话，可以先缩小范围，等到熟悉之后再把动作加大就好。那我们就从暖身开始咯。先将我们的双脚分开来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，将你的两只手打开来在身体的两侧，吸口气，我们把手臂往上提，吐气，双手放下来。我们顺着自己的呼吸再做几个。除了把手往上之外呢，我需要你把胸口再打开一点点。所以在这边，如果你想要做的更多的人，我们可以带上一点点的后仰。吐气，微微低头，吸气，一点点的后仰。吐气，微微低头，我们再做几个。每次手往上的时候，除了手臂往上之外，你的肩膀要记得是往反方向，要把肩膀往下压，不要耸肩。我们维持这个往上提或是后仰的动作。下一次吐气的时候，把膝盖稍微弯曲，我们来到小小的前弯，吸气向上，吐气前弯，一样我们自己的速度再做几趟。每次要身体下来的时候啊，记得把你的臀部稍微的向后送，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的腰，保护我们的背，用比较安全的方式让身体弯下来。我们在运动的时候特别的练习，让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弯腰捡东西的时候也会养成一个习惯。我们用脚来代替我们的腰做动作，用脚的力量来辅助我们的身体。最后一个，接着请你停留在底下。我们在底下先把脚设定好，将两只脚合在一起，中间没有缝隙，两只脚弯曲，双手请你来到右大腿的外侧，吸口气，打开我们的右手，吐气盖下来，吸气向上提，吐气，我们相反边来到椅式，打开左手往下盖，向上提高，吐气式，吸气打开手臂，吐气盖下来。我们再做几个。每次打开的时候，感觉底下的手在往下穿，上面的手、胸口、肩膀再打开一点点。最后两趟，吐气，吸气打开，往下盖，向上提，往下打开手，落下，最后一个。左边，吐一口气，将你的双手放下来，我们来到前弯，在这边我们稍微转个方向，将你的两只手轻轻的找到地板，双脚微微向后退，大概到一半的位置就好。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下犬式，重心微微向后，膝盖可以弯曲，伸展你的背，让手的力量减到最少最少。吸气往前送，脚跟垫起，吐气，重心向后，放松腰，放松背，吸气向前，吐气向后，一样我们再做几趟。伸展一下我们的上半身，我们的肩胛骨，我们的胸口，维持这个动作。那我们要让两只脚往后踩，稍微大步一点点，来到一般的下犬式，一样重心向前，向后，维持你刚刚手是舒服不会太用力的状态，把身体的重量往后送。再一个，最后一趟，
将我们的双脚走进来，靠近你的手，膝盖弯曲，打开手臂，我们向上合掌，来到胸前，我们做两个拜日式，往上提，吐气前弯，双脚大步向后踩，重心微微向前送，在这边试着把膝盖伸直，肩胛骨内收，手肘弯曲，身体落下，吸气往上提高，双脚踩，来到下犬，右脚请你向前，我们要稍微停留一下了，把脚送到手的中间，吸口气，右手打开往上，吐气往下盖，吸气往上，吐气再往下，我们再做几个，把你的身体再打开，留意手打开的时候，臀部不要跟着翘起来，最后两趟，往上提，再往下，再一个，手回到地板，将你的左脚送回来，打开双手，我们向上合掌，来到胸前，再一个，吸气向上提，吐气前弯，手掌心撑好了，双脚大步向后，来到下犬，重心向前送，交给双手，弯曲手臂，身体落下，吐气，吸气往上，双脚踩地板，来到下犬，将你的左脚向前送，让我们来到弓箭步，打开左手臂，吐气往下盖，吸气向上提，吐气放下来，再做几个，感觉每一次打开手的时候，把你的身体跟你的胸口再打开多一点点，最后一趟，手回到地板，把你的右脚送回来，打开双手，我们向上合掌，来到胸前，接着我们把右脚留在前面，左脚稍微往后轻轻的点着地板，我们活动一下你的髋关节，要伸展一下我们的背，吸气重心向前送，臀部微微的向前推，吐气的时候后方的脚弯曲，前面的脚勾起来，吸气往前送，吐气往后，我们要带上手臂咯，往上提，微微的后仰，吐气弯曲，膝盖身体落下，吸气向上，吐气落下，往上提高，放松落下，再一个向上，往下，要准备停留在底下了，将你的左脚弯曲，两只手先找到左大腿，让身体再往下多一点点，尽量保持右脚的形状，脚趾勾起，膝盖伸直，将两只手来到脚的两侧，选择你的手的姿势，掌心手指尖撑地都行，如果还是觉得太紧绷，手也可以轻轻地放在小腿的上方，吐一口气咯，再一个吸气，脚趾踩地，重心往前送，我们在底下换脚，左脚向前，右脚向后，脚趾尖朝外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后坐，首先找到你的右大腿，吸气我们往上提高，后仰，吐气往后送，吸气向上，吐气往后，感觉你的背，感觉你的胸口再打开来，想要做多一点点的人呢，你可以把臀部稍微的往前推一点点就好，那要帮我留意一下我们的视线，下巴不要抬得太高，我们尽量看到斜上方就好，不要看到天花板，让我们的脖子保持一个自然而且是舒服的弧度，要准备停留咯，右手轻轻地找到你的大腿，胸口先往下，重心先向后，再把两只手移到脚的外侧，肩膀放松，伸展一下左大腿，膝盖的后侧，再一个深呼吸，吐气，
脚轻轻地踩着地板，一样我们在底下调整脚拌的右脚再往后踩，让身体转过来到旁边，双脚伸直，背放松，身体放松，两个膝盖弯曲再伸直，弯曲再伸直，再一个弯曲伸直，膝盖弯，把两个脚的脚尖膝盖都打开来，双手找大腿，让身体送回来，我们做大字形的伸展，手臂向上提高，吸气吐气，弯曲双手双脚向下蹲，吸气向上提，吐气向下，一样我们自己的速度再做几个，每一次往下的时候留意一下，我们把臀部往下沉，但是不要往后翘，尽量是直下直上，很像坐电梯的感觉，直直的往下，再往上拉高，再一个，最后一趟，将两只手留在上面，把脚趾尖先转进来，双手向后，肩胛骨收，胸口打开来，我们吸气吐气，让身体前弯下来，伸展一下我们的背，脖子可以稍微放松，轻轻的左右动一动，握拳的双手再帮我向上拉高一点点，很好，慢慢的放松你的手咯，轻轻的找到地板或是你的脚，我们在这边绕一个小圈圈，右脚稍微弯曲，双手先爬过来，让身体从右边往上提，吐气往左边下来，左脚微弯，经过中间，再一圈，右、上、左、下、右、上、左、下，最后一个，相反边。那我们的手经过每一个角落，它带着你的身体，带着你的侧腰，再伸展多一点点，再一个，最后一圈，接着我们让身体回到中间，首先找大腿，让身体送回来，双手往前像抱一棵大树的感觉，背稍微向后，吸气打开胸口，打开我们的手，吐气圆背，吸气打开，最后一个圆背，吸气打开，把你的手放下来，将你的双脚收回来原本的位置，双手打开来，身体打开，我们做两个深呼吸，吐气，感觉一下现在的身体，再一个，吐气，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希望你能够透过今天的练习找到身体的节奏，同时我们透过流动瑜伽来开启我们身体更多的能量，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